这个吧，这个地方宽阔。滚！明智，改一下方向。小丽，这个飞天魔剑到底咋玩的呀？当然是比谁飞得高喽。对，咱第一轮先比，看谁飞得高。我先开始哈。滚，小丽！小丽一号准备发射，三、二、一。高是高，但是等会儿我肯定比你还高。该我了，该我了。桃子，加油！我俩叫桃李桃季，一定要打败你们两个。看好了啊！快点！哇！桃子，你的桃李桃季火箭也太厉害了吧，还会搁空中转圈。给我了，那当然了，我的桃李桃季可厉害了。看我大牛的牛气冲天火箭，俺哥这名起的还挺厉害的，但是肯定没有我的桃李桃季厉害。好了，一切就绪，三、二、一。哥哥，你的牛气冲天火箭飞哪里了？咋看不见了？我也不知道，他是不是真冲天上去了？那不可能，你赶紧找找吧。不然我再去找找去。咱俩比，看谁飞得远。滚！靠上，调整一下方向，准备发射了，发射！他回来了呀！那哥哥，那个啊。给拿来，我的牛气冲天。